嗨，大家好，光色一致性是 CLB 柔性灯带的关键点。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法来判断 CLB 柔性灯带产品的光色一致性，这个是我们日常光电 CLB 柔性灯带。好，第一种方法摸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轻轻夹住 CLB 灯带的胶体表面，如果感到 胶体凹凸不平，那灯带的光色一致性就会受到影响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带非常的平整。第二个方法看，这是我们正在老化几个批次的 CLB 柔性灯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色一致性非常的高，几乎没有色差。第三种方法测。 我们也可以将 CLB 灯带样品放在激光球侧的光电方面的数据，相关数据就直接反映出批次灯带产品的颜色一致性。